先看看女儿孙，大概先看看女儿孙的硬件，先看看我水哥的硬件，好吧？350铃操罗牛！汉项链，怎么说？我操牛逼啊！我这330毫，1250条封命。印衣服，OK 吧？哎，你别把个青椒树给展示，这是他妈大招！我操！OK，我看我7个特技带了个心疗术，我特难受。当时你知道吧？我在问自己为什么没有带笑里藏刀。我操，顶级慈航鞋。慈航服，我跟你们说啊，没有慈航的女儿村就不叫女儿村，你们知道吗？是女儿的，村是一定要带慈航赌注的。梦幻第一属性这封鞋印子，腰带。六法王，六速度。给大家看宝宝，宝宝都比较乱了。宝宝，水哥的宝宝可能也比较散，都比较乱了。宝宝，给你们大家看一下宝宝，这都没有统御，那个山河也没统御，就大概你俩看一下吧。懒得统御太累了，倒来倒去的。死亡王静开神马啊，对，神佑武器，神佑效力武器，你们看一下，满熔炼的，全力劈。这个是大唐号的力劈马，山恶马，这个地拼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这个地拼真的强，抗风地拼，顺法地拼，虚拟善恶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刚说什么抗风地听？没有必要吧？我们每只地听都有抗风啊。